刚认识的会觉得我比较安静。这边有一个很安静的，我们让他跟你聊聊天看看。我比较慢熟。那你好吗？我最近很好。啊，很好。好可怕哦！不轻易就是掉眼泪，因为眼睛小，其实很容易闭起来，就是比较滋润。眼睛大的很容易干。对。你懂吗？20分钟没有回讯息，他就会说你为什么不回我讯息？那你问我的。还有一直叫人家闻自己的脚的人，拜托，很幼稚。不吝啬。哎，不是吗？全场冷漠。打呼。不是。怎么可以骂人呢？第二个字是。面，对，面，卫生面，不是，卫生面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字是面，对，第二个字是，第三个字是。